甜点柜里放着许多五彩缤纷的甜点，每一样看起来都很精致特别，让所有女孩子又惊又喜，却又一直在柜前犹豫不决，恨不得每一样甜点都来一份。草莓塔和马卡龙是店主的推荐甜点，粉色系的马卡龙采用纯正的法式做法，有着丰富的口感。店家提供下午茶套餐，选杯饮料和今日想吃的甜点后，坐在舒适的沙发椅上，能够和好友聊上一整个下午，选一个人潮少的时段和姐妹们一起分享幸福吧。